Furodo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哦，耶！来去演出啊，好久没出门了，都闷坏了，你知影？对啊，我们今天要去虎尾。虎尾，本来说他都嘉义了，我说他嘉义，他说虎尾他比较近，我们去虎尾。对，我们要去虎尾收一台厉害的车，刚好有客人要回顾啊，顺便再顾另外一台。我觉得这次会有两台车上啊。对。包车，可能包了。包车，包车。开始也会等一下。阿嘉，好。你先去恁厝诶嘛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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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我们直接他载我们，陈大哥载我们去他家，车子在家里。你看，乡下这跟宜兰差不多，你看，都那种尖粗啊，有无？三合院迄落感觉，车在家。你要先偷翕一下，好酷哦！如果没有记错，它肩带会这样，你知道？你看，上车好，假设你坐上去，关起来。哦好，这样，它是三点四的嘛，第一点这个嘛，第二点这个，拉过来插下去。帅吧？还是这酷的对啊，三十四档就进去第三十五档，三十五档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台车每天来注意的，对啊，不会啊。你其他车头的吼，对，跟咱哦，我知我知，黑毛里的，黑拢会通用，这较麻烦了，是啊，所以我这拢足注意的，我甲这拢要原装啊，我知我知，这拢有本的。对啊，你若我知你意思，你若破去，你就足麻烦。哎，你爱注意。这若破，可能爱你日本订。嘿，啊，咱台湾可能要订这零件牌，因为咱台湾都无这种车。对啊，对啊。拢调车型。嗯，对。耶，我们到了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台。哎，还好我算年长，不能差一点就比他年轻了。1988年的 Camry， 这个是有皮头的嘞，哈，这就皮头哎。那比我们之前卖的更老。更老一点，对，原本那个大概就是那种2001年、2002年那种而已，对吧、啊？这个比较方正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更老，就是台湾的，如果算起来，台湾的第一批 Camry 就是这个、哦。可是这个比台湾的第一批还稀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看头多少九国节，当当当当，有没有看到？人家屁股不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你最爱的你，用106年。嗯，可是可以撑这么久，不是？车子是有在顾，阿英姐她有两台车，我在开，她、现在比较少开了，就一直放着，我跟她补差，她正好跟我们联络，我就赶快，赶快联系，我就赶快冲下来了、嗯。动作很快，动作很快啊，迅速。有撞过？目前看起来车头都没有。哇，人家1988年，人家都有贴纸的。这个是正美规进来的，你看贴纸，这都有。卡塔王屋头塔很简单，前面的这个水箱架一定要有数字，有没有？这个是99416，这不是爆牌哦，这是他的车身哦。爆什么牌？哎，连这真正共毛共眼镜一下赞，虽然已经30几年感觉30几年了哈，很干呢。对啊，蛮干净的啊，对啊，回来也是要用啊。我觉得水的系列应该也要稍微注意啊，所以我们等下开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感觉还不错啊。再看一下其他的门，好啊，现在都不会动，因为我们没发动。哇塞，好有。这个屁股就是挖工的机啊，我的最爱。不管什么车的挖工都是最爱。没有，空间很大吧？嗯。完全螺丝没有。哦，没有标签。加了。哦。你在吓我？没有，我也吓到了。这。啊，打开来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也有。标签真的都在。都在哎。车主跟我说还原漆耶。保持得很好。都原版件，还原漆，可是这原漆已经暂存很久了、哦、啊，看起来应该有被脱掉过，这边有贴纸，我应该没有猜错吧？算了、哦，对不对？应该被脱掉过，你的没有被脱掉过？没有，目前还没有。
那这台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哦，对了，特殊的地方，你说车的问题还是说特殊就是因为它五门啊？嗯，车主有讲啊，他说目前的冷气他也不知道，好像有漏，他目前没有冷气，到时候我们自己要查修一下。主要是冷气啊，其他的我觉得他都像发电机都皮带，我觉得都在换啊，都蛮新的。嗯，冷气不吹可以，可是水不能变成减少，水如果减少就完蛋了。它水在哪里？水这里啊，有啊，水箱精油加很绿，很绿，对，让你知道厉害在哪里。哦，胖十文，收集一下，你看插下去，发动有没有？哇，一触即发哎！一触即发，来，不要夹掉哦。这个安全带你看不用理它，来系好，有没有？酷不酷？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下车就这样，下车。对。等一下，你再来一次。等一下，关起来。有没有？我曾经被这个打过。这种设计就是你上车就带了，就系了。还有吗？好了，这条啊，这条以外不动，保护我的肚子。保护你的肚子。我这样。我是三点的。对，这也是三点的、啊，就变成这样啊，对啊。我要去他家要点数。我可以点数啊。点数哎。啊，跑多久？跑多久啊？跑多少、啊欸？跑了35年了。跑里程数总共是161964迈。迈哦，它玫瑰的。对，玫瑰的。哇塞！啊，自排的。哇，这边你看，它显示在这边。P， 八股，空档。嗯。低档，好不好？嗯。再是二，啊，二太快了，二 L， 酷吧？欸、其实没有很陡哎、欸。没有啊，这种东西有在这个车主有在顾了、啊，应该就这样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好，车看完了，好，最紧张的部分然后进去抢一下，应该还有，我有跟他说了，过一趟路来，他都来载我了，啊、哦，我要叫他载我回去，这样子不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加油，你别龙源了，不然我打你母，我啦，欧系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冷气真的不冷吗？我刚刚都没有按呢，要怎么按？还这个风量，真的不凉啊！你看它这个分开了，只有一片可以动。我这个两片哦，哎、欸，这个最好，哎、欸，嘛没有，两片都两片而已啊，结固啊。像这个，这不知道上得到吗？这还可以用。是可能要自己要手工了吧？想办法。对啊，但是它内装其实蛮漂亮的，内装算很优，算很优的啦。以这种车这种年纪来讲，只是说它最好的就是因为它都放在室内，它可以保存这样。嗯。这样跟我靠几套，就一列再加几套就大诶。我这边这边有去炸的，拢腐熟，拢腐坏、腐起啊，嘿，烧起。哇，好干，好凉啊！很久没有开车不开窗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收到了，就顺便也可以直接试车了，试车也蛮久的，可以试到台北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要到下一站再估一台车。下一站在哪里？嘉义上去云林，云林再上去什么？彰化。彰化。啊、哦，好像之前跟我们买的，啊，现在要回收，因为他说生小孩才买这台车，啊，这台小孩用不到了，他说用不到了，想要卖给我们，到时候如果需要再跟我们买掉。什么车？未需啊。哦。对啊，他本来想说，啊，不然再继续留着啊，人家说可是真的用不到，到时候再。大一点，然后再买就好了。好了，收到了。好了，那买车那个不重要了。好，今天有收到这一台了。你知道花了多少吗？多少？不是一万块。一本哦。哎、啊，开、欸、一本。哦。我开一本啊，背回来。其实他也舍不得啦，他也知道说报废就不差的啦。可是这个车你看啊，这个都是真的是买情怀的。正常来讲有没有这种车，这么老的车，最后都是报废掉嘛、嗯。通常都是这样嘛。但是这个车就算比较有特殊性啦、啊。小时候一看到就很喜欢，然后跟我联络，赶快来看。昨天联络，今天来买。
够快了吧？好快了，快了啊！其实这个车就目前看起来还不错，底盘好像也没什么皮厚厚啊。引擎我觉得他有在照顾啦。你刚刚有知道他有两台车嘛？对，大客人热情嘛，我也跟他一直聊天嘛。还有我也是做餐郎，我也要工作餐郎的。讲哎呦，好嘎仔，小弟刚好跟他的他女儿同岁，好哎，不是那个岁哦，岁数的岁哦。哎哦，你能听不到耶？同岁数啊，不是同岁，我听起来他怪怪的，哎，更有亲切感，有没有？对，跟他聊一下啊，这个车真的是，哎，这个是他弟弟在美国读书买的，然后带进来，对，带进来的，所以这个是纯日本制的。我们台湾有吗？台湾有，台湾好像他听他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小了，好像是年底的时候才开始卖这一款的。可是这一款的是四门的，我们这一台是五门的，所以他从自己进来的。以前我记得是说，你去美国读书可以进来，可以好像只能带一台而已。对，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啦。现在有改我就不知道，现在好像可以了，现在外汇车那么多了。以前是读书可以带一台。他弟弟开过了，他就是他自己开，像你所说自己家里用的，再回来都是给他开的。弟弟开过，再过给他，开到现在，原车、原版件、原漆，这原漆也是要烤漆的。对，如果真的要好看，就是要烤漆的。我回来可能要冷气啊，冷气弄一弄应该就 OK 的了啦。我看他的按钮其实很帅哎、欸，都还没掉哎、欸，对啊，漆都还没掉。不觉得视野很好吗？非常好，风光明媚，它可以看到，不管哪里都看得到。对啊，我觉得它 A 柱好细啊。哦，对。还不错啊，只是今天太阳有点大，忘记戴太阳眼镜。真卡的这个像那种断条啊，啊，会车就是最爱那种条啊。400公尺处向右转。啊，我们要去估下一台车。在肚子里面，现在人家都会跑了，真快！哎，就放你前面好了。哎，推广一下，他是卖包子的。哎，我记得你有给网址哦，到时候他贴给大家看。有需要的，哎，这边算二里，不是古堡，是二里，可以在这边买。你要从台北来买也可以的。报我的名字有没有？一颗多5块，不要赚。哎呀，开玩笑的。好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因为快7点了嘞。回到家可能又晚了，耶、yeah ！回去再接果哎，哎呀，拜拜，耶、yeah ！回来了，表示说车况没有问题。我们从嘉义直接这样一路飙上来了，算飙吗？也没有了，就一路开上来，还不错，差没有冷气，其他都 OK。所以你就一路这样停下来说，我哦，那摸那个叮当啊那台哦，还蛮好开的啦，老翁老对，哎、欸，波涛刀嘞哈，只是爬坡真的比较累一点，其他的我觉得还 OK 啊，一路开起来，泰山有偶尔还会不见呢哈，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我开太慢就会被人家被挡住了，对啊。今天就完成这个任务，今天就把两台车都牵回来了，再来看小智怎么拍，我们再拍片吧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看前一张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这车赞嘞，得破耶嘞。如果要买它可以，可是车主交代要爱他人才可以买，不能 no。对。啊，窗户真的不能开吗？啊，对啦，我这里哎，好了，心情好，心情好，好了，有吗？这里呢？这里好的、啊，这一路我都可以关啊。哦，心情好，心情好，没问题啦，一路我是110这样上来的嘞。你还有开到120，我知道。偶尔还是超速。
方兄，阿峰啊，你好，我是小师。听说你在医院做复健，好不好？啊，乖乖复健了哈，复健好了，出来我家朝圣节烘干拍照打卡啊、哦，我绝对不会叫你去烘干的，好不好？来这边买车啊。哦康复之后来买车，加油！哎呀，你小儿子叫我录给你的，你哪不好好听为复健哦？你再看嘛，我跟你讲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祝你早日康复。